哇，帅哦 ！BGM 都会换哦。哇，你看 IG， 哇，这个飞毯都有哎。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云娜。今天呢，欢迎再一次的回到我们《忍者之心 Ninja Star Simulator》的第二集影片。那今天这一集的话，我希望可以突破到下一个世界哦。然后顺便的再把我这些的手里剑啊都进阶一下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开始游玩。我们先跳下去哦，嘿呀，先跳下来。然后其实我发现呢，屋顶上是有一些敌人的哦，像是这边。这里这个屋顶上是有敌人的，所以说呢，其实我们可以飞檐走壁爬上去。对，我上一集还不知道，我是之后才知道的。那像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只要贴近这个墙之后，啊，就可以这样子爬上去哦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可以上来屋顶这里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敌人都打掉，这样哦，很简单。那现在的话，我们先前往到最新的这个世界吧。而且上一集拍摄结束之后，我也没有什么玩的，所以说你看我的钱也剩下这么一点哦。那没有关系，我们先去到最新的世界，最新的那个区域先。好啦，那我们这边又来到这个雪地了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礼品嘛，可以领取哦。那我们先领取一下哦，这个又是两倍的这个金钱。好的，那我在这边大概先再刷一个10000块钱或者是几万块钱左右这样子吧。我先在这里刷一下，我等一下回去的话可以再升级一下我的这些手里剑哦。然后下一集的话，只要下一个区域只要12级。好，那我们再努力一下，这边呢都可以打这些精英怪来赚钱的。好啦，那这边打完这个的话，感觉是大概够了。原本想说只是存一个一两万就够，结果我不小心就存到了10万哎。啊，这边存钱蛮容易，因为我现在有两倍金钱。好啦，那我们先回到中间的那个锻造台去合成一下这些的武器哦。OK， 回来了。那我这边看一下10万块钱要怎么花。首先的话，这些可以升级的都大概先升一下，这个很重要。好，哎，结果就开启新的一个，这个也升。好啦，那我现在留个5万块钱左右这样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做这些的飞镖咯，一直合成。这里先把我第一个9级的这个手里剑再合成成10级的，然后再把第二个10级的给它合成下去变11级，再升级多一个10级的这个放下去，3个11级的了。OK， 那这边呢，在最后的把这个11级的给它升级下去，耶，12级了，一个有多少攻击力？8000多。呵呵呵呵，耶，我来看一下，有了，你看超帅的一个在这边的，你看。然后现在我的攻击力来到了16000，哈卡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的话就开启新的世界啦，新的这个区域 ，OK， 来喽，那我们这边的话就可以开启了，开启 ，OK， 然后诶，什么加成都没有得到哦，诶，哦有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然后还送了我一些东西耶，这个好像是 Burning Mod 燃烧模式 ，You can craft and merge star with faster speed， 所以说我们可以融合的更快，是不是？等一下我再回去看吧。然后这边的话就变成这种黑忍者，一个有19000的这个血量。然后我看一下大型的这个精英怪在这边哦。然后这种大型的有10万滴的血量。然后这边的 boss 的话也换了，是不是已经不是那个粉色的嘞？这个变成一个好像是紫色的武士，然后他有300万的血量，你看300万。那我们这边的话加成还有7分钟左右，那我就把这边的7分钟了，最后都给它画光光。那这边呢再刷一下吧。哦嘿，就是下一个区域的话需要14级的这个忍者之心哦。然后最后的话就是一扇门在这边，这个需要16级，这个好像就是通到新的世界去了吧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闯过那扇门哦，需要16级的。好啦，这边还有一段的时间要练习这样哦，还要弄一下这样。好啦，这边我们打完这个之后呢，我的这个加成也已经过期了，现在钱来到了15万。那我们现在的话再回去锻造台看一下那个燃烧模式到底是什么东西。走吧。来，我们这边回来了，然后我开启一下看一下什么东西。诶，有诶，左上角有这个东西，那我点击的话，他说可以自动融合50次，然后用最快的速度，然后巴拉巴拉巴拉什么东西的，然后只要200块哦。那我按下去的话，哦，有了，你看左上角，哈哈，它一直在融合诶。哎呦。完全 AFK， 我手都不用动哦，哎，超方便的这个，哇！我就在这边看他表演哦，看到最后可以弄成什么东西出来，送20多个耶，哇，这个超级无敌爽哎！可是每用一次好像都会涨价一次这样哦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最后会获得些什么东西？超级无敌快哦，这个嚯、哦，来了，剩下最后的几个了哈。OK， 完了，就最后的话就获得了这几个，我还要我手动再合成一下，好像也还好。我看一下下一次，哎，果然涨价了，变400块哦。那我这边的话，先再来升级一下，升多一些这些的东西哦，先升一下。OK， 大概这样，然后我再开多一个格子。好的，那么现在的话，我再用多一次按，接下来要600块了。
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又看了表演。OK， 差不多要完了。OK， 完了。然后现在接下来的话，我就开始用手动吧。这个我就先不要用它，因为这个好像有一点浪费，会不会？我先暂时先手动这样用先吼。来喽，这边我们能够升级到第13级，放下去。哦，来了，呼、哦，这个很帅， 16.4K 的攻击力。然后可以看到我其实飞镖都是平均射的，对，我的手里剑都是平均射的，我感觉这样子才会比较强吼。然后现在我的攻击力来到了30000多，那这里的话我想去挑战看看 boss， 那这个世界的 boss 我已经打过了嘛，那我们去看这个第二个世界的。来咯，这边只有 200k， 所以说也能轻松的打过，我看一下他掉的奖励会不会有多好啦。来吧，最后一下哦，那我们捡看看，才1000多，好少啊，我还是去前面一点的世界再打看第三个世界的 boss 看看吧。来咯，第三个区域的 boss 有800000的血量，那这个的话应该是能够掉比较多啦。来吧，我们慢慢打，这边还有另一个玩家一起打。 OK， 打掉了，那我们捡看看哦。然后我刚好像一开始的话是20000块钱左右，然后打完这个的话就加了10000多块钱这样吧，感觉还行。那接下来是这一个第四个区域的这个 boss 哦。OK， 打掉了，我们现在捡一下，40000块钱变到现在的80000多，所以说打掉一个的话就增加了40000块左右吧。然后我们现在又可以再回去了，我们可以一直融合了。来吧来吧，我希望可以直接来到14级这样。哦，我们这里可以升到14级了，来吧，终于啊，哇，有咯，这个有30000多的伤害。然后其实这个燃烧的这个我已经用了蛮多的，应该剩下1800，现在要价1800。那我们现在的话就看一下我背后的话呢，就有这个红色的细细的手里剑，然后还顺便秒掉旁边的怪。走吧，我们现在可以去开启那个新的区域了，终于啊，蛮多的时间呢，需要花这个。来咯来咯，我们准备开启了，来吧，开哦。这边的话是一个高台，这边，然后这边的是紫色的忍者，是不是？然后还有一些的这些奖励啊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门了，这个门需要16级的忍者之心，应该就长这个样子吧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哇，我后面还有个城堡，不过那个肯定是过不去的。然后这边的话好像是一个池塘这样吧。OK， 然后后面还有东西耶，我过来看一下。哎呦！哎呦，然后精英怪的话有400000的血量哦，然后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哎，过来看一下，过来看一下，这是啥？这是啥啊？不可以点的呢？这不能点的嘞，什么都不能点呢？这可能还在开发当中，是不是？还是怎样？我不知道。总之现在这个对我没有什么效果，没有什么效果。好啦，那我在这边大概来刷一下吧。还有这边的 boss 的话，我看一下血量。哎呀，血量的话是1300万，吼吼吼，超级无敌高哦。那这边的话场景大概就是这样子了。接下来的话呢，我就努力升级我的手里剑，然后努力的弄这些的钱就好哦。那这边的话可能要等我一下。好啦，那这边经历了差不多1个小时多还是2个小时左右，我终于把这些手里剑都大概合成成这个样子了。那我们现在的话就可以把它们升级咯，来先升级一下，升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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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最后呢这边再升一下15级。哇，欸，很帅耶，这个超帅。65的这个攻击力，然后这边的话也给它合一下，然后之后我们再合16级的，啊，有咯，终于啊，这个130000的攻击力哈，然后这边的话我再大概的弄一把15级的给它出来一下，啊，算了算了，我觉得我不想再合了，我已经合到我眼花缭乱，已经有点晕了，那就保持这样吧，16、14跟12级这样哦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吧，哈哈。当然我觉得最帅的反而是这个12级的，然后14级的最丑，然后还有一个16级的这个，你不要一直转哦，这个哦。好啦，那现在的话攻击力来到了170000，我们终于可以去开新的世界啦，终于，走吧走吧。哦，哎呦，等一下 ，Top Players This Server， 哎呦，我是第一名哎，你看，呵呵呵，哇哦，原来我也是第一名啊，那我看一下 Tab。欸，果然现在我是第一名，最高这个16等级的这个忍者之心齁。好啦，走吧走吧，又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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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门可以开了吗？来来来，我按一 ，OK， 按 lock， hello， 我不是按 lock 了吗？哦，按多一次，哦，欸，
他 BGM 也换了耶，你们听。哇，帅哦， BGM 都会换哦。哇，你看埃及，哇，这个飞毯都有耶。哇塞，诶，这个大超级无敌多耶。那我们那个锻造台在哪里？锻造台咧，你看还有这个什么猫脸狮像吗？这个叫什么？我忘记它名字了。然后这种还有建筑物是可以进去的吗？哎呦，可以进吗？哦，就空荡荡这里哦。好啦，那这里的话，这个是小怪还是精英怪？这个应该是精英怪哦。这个好像是法老嘛，这个好像是法老。然后小怪的话，小怪的话就是这种人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接下来下一个区域的话，需要等级18的这个忍者之心。可是锻造的地点好像没有，是不是？诶，对耶，这边放眼过去真的是没有那个锻造的地点。可是 boss 的话呢， boss 该不会是这个东西吧？应该不是吧？ boss 也没有哦，好像是也没有的。然后我上去这个飞毯看，哦 boss 在这里啦，这个才真正的法老，是不是？还是这个是阿努比斯？你看他有5000万血量哦，哦 ，OK， 哇，他的 BGM 是真的很好听啊。诶，飞毯给我上来，上来 ，OK， 我上来了，一个就有7000万血量哦，这个。好啦，那我们这里的话呢，今天的影片到这边就先结束啦，因为也拍得够长的哦。好啦，那今天的话呢，我们就升级到了这个16级，这个最高16级的这个忍者之心，也成功来到了这个古埃及耶、yeah! 我真的觉得啊，如果还要继续玩的话，我应该要去升级一下那个合成的那些倍率之类的东西哦。好啦，那些就我私底下再做啦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就先结束了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